肯定是 Angelababy 啦。哇，我两个都想要哎。Angelababy 吧。迪丽热巴。Angelababy。从小到大很喜欢 Angelababy， 然后我觉得她又有一个很帅的老公，我也是很喜欢那个黄晓明，因为她一直以来都是我的女神。我对黄晓明兴趣不大，因为她的老公很帅。我最想要上《奔跑吧兄弟》的节目，早上一定是拍《奔跑吧兄弟》嘛，回到家又见老公这样子 ，two in one 哦。做什么事情啊？哇，这个我没有想过哎，我应该会24小时都在自拍吧，因为是无死角，就一直去外面走街啊还是什么，然后就 show face， 应该会在镜子前面欣赏自己，然后指名狂自拍，然后穿很多我没有办法穿的衣服，跟黄晓明拍拖吧，牵手接吻之类的，一起看电影。